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节里面说，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赐给我们的命令来彼此相爱。阿们。好不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跟旁边的人说，让我们一起活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比海深，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一起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比海深，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请姐妹来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比海深，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。弟兄们，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来，一起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成为别人祝福。
说，让我们一起活出爱。圣经上说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生的。凡从神生的，就胜过这世界。让我们胜过这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阿门。让我们一起向神拍手。这世界，我能胜过这世界，因有耶稣在我心。黑暗全势力破碎，因耶稣基督宝血。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，我必能得胜。我能胜过这世界。胜过这世界，因有耶稣在我心。黑暗全势力破碎，因耶稣基督宝血。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，我必能得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高举主的。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哈利路亚！心清楚的能教会，为主发光，照耀黑暗的世界。这世界，因有耶稣在我心。黑暗全势力破碎，因耶稣基督宝血。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，我必能得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高举主的圣旗。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，我必能得胜。哈利路亚，要记住的神迹奇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哈利路亚。世界，高举神，哈利
兴起，为主发光。阿们。跟我们旁边的人说，让我们活出爱，为主发光。是的，主，你就是那真光，你照亮这世上一切的黑暗。谢谢你曾经将我们从那黑暗中领到那奇妙的光明里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在这里以我们的全人全生命来敬拜赞美你，你就是那道路、真理与生命。阿们。耶稣，你的名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、以马内利的神，今天就在这里与你我同住。主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的圣灵现在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以你的爱再一次的激励我们。耶稣为我降生，他名是以马内利，基督战胜死亡，他已折断一切咒诅。耶稣为我降生，耶稣为我降生，他名是以马内利，基督战胜死亡，他已折断一切咒诅，他为了爱谦卑自己，赎我的罪与我同在，神的荣光照耀着我，在主爱中自由释放。他名是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，是为你拯救一生的依靠。他名是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坐在宝座上，他的国度直到永远。我降生，他名是以马内利，基督战胜死亡，他已折断一切的咒诅，他为了爱，他为了爱谦卑自己，我的罪与我同在，神的荣光照耀着我，在主爱中自由释放。他名是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，是为你拯救一生的依靠。他名是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坐在宝座上，他的国度直到永远。奇妙的测试，他名是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，是为你拯救一生的依靠。他名是永君，坐在那。
谦卑自己，赎我的罪与我同在，神的荣光照耀着我，在主爱中自由释放。他为了爱，他为了爱谦卑自己，赎我的罪与我同在，神的荣光照耀照耀着我，在主爱中自由释放。再一次，他为了爱来，他为了爱谦卑自己，赎我的罪与我同在。神的荣光，神的荣光，以马内利照耀着我，在主爱中自由释放。奇妙的神，他定是奇妙才是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谢谢我们的主。是的主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唯有你是坐在宝座上永永远远不改变的神。我们敬拜你，我们尊崇你，也唯有你是我们一生的依靠。哈利路亚，何等的宝贝，你是我们一生的依靠。无论在我们一生当中经过多少高山低谷，无论我们现在面对多少的困境难处，只有你是我们一生可以依靠的救主。我们赞美你，今天早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你正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宝贝正四面围绕我们，你正与我们同在。主要开我们的眼睛，凭用信心的眼睛，主，我们来看见你的荣耀，看见你的恩典，看见你的供应。我们求你的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中间，主来亲自触动每一颗心灵，也唯有你知道我们心灵深处的需求，也只有你能够按照你荣耀的丰富亲自来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。
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愿你今天登上你的宝座，在我们中间，主啊，亲自来掌权，亲自来运行在我们中间。主，让我们真是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真的从你那里重新得力，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喜乐，经历到的平安，经历到你的丰盛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。